黑点啊，绿洲有很多表示生气的说法，其中一个在学校里不太教，但是呢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或者在日剧、动漫里面比较常见的那种生气的说法是这个“起来鲁”。我们看一下它能打出来什么字？哎，是不是打出来这一个呀？一生气的意思是不是？那它和平常的生气，比如说 “okuru”，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这个 “起来鲁”它可以说成是“不气起来鲁”，它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下面的。这一句话是一个惯用句，カンニンプクロのオがキレる，一个让你看冷手的袋子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这个东西就知道了。这幅图片，这个袋子就是看冷袋。我们受到的一些气都把它装进去，装进去，都装进去，装进去以后会产生什么效果呢？这个袋子会变得很大很大，然后就会把它的这个哦絮，对吧？就这根线给撑爆了，撑爆了以后。是不是怒气呀、怨气呀，什么都出来了？也就是说，爆发了。这边的 kireru 其实就是这个线断了，就到了极限的意思嘛。也就是说，忍受到了极限，然后呢，线断了。所以，我们如果要说这个 kireru 表示生气的时候，就是代表着我实在忍不下去了，我要爆发了，这个生气。